我剛才是已經聯絡了機電署署長和管理公司的負責人去了解情況。管理公司負責人跟我確認，今次事故是關於部lift的問題，並不是其他的原因導致個女士是在槽底被發現的。我亦都同機電署署長聯絡過，佢亦都係答應會盡快完成今次嘅調查。咁我哋係要求管理公司同電梯嘅保養商咧係密切聯絡，同埋喺未來要盡快檢查曬全個屋苑所有嘅電梯。